主料：土豆100克，豆角100克，五花肉50克，卷子8个。辅料：油、盐、老抽。准备时间：10到20分钟。制作时间：10到20分钟。土豆去皮，豆角摘取，切五花肉。五花肉切片，土豆切菱形块，豆角切成两段。锅中放油，五花肉边炒边色微黄，放入豆角边炒两分钟，可以多炒一会。放入适量水没过豆角，大火烧开。放入土豆，再烧开，放入盐。做好的卷子依次码放在上面，盖上盖子码10到15分钟。揭开盖子，这样就好了，可以享用了。烹饪技巧：豆角多炒一会会比较好吃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访问 tt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